今天来石碇哦，这边是深坑和石碇的交界，这个桥叫枫林桥，这边应该算是石碇的啦，这边很久没来了，上次有钓友跟我讲那个双分流，中间那个草都不见了，都被上升的大水冲走了，看起来应该地形有改变，好像变浅了。今天就是趁水不大不小的时候，要去双分流试试看。这里的地形好像也淤积了，不过看起来点好像还不错。啊，那边有人在钓鱼，但是今天早上不是要钓这边，下午才要去双分流。早上先钓这里这一段。这段也是一样，很久没来，大概有半年以上吧。现在这个草也都被冲掉了，所以这旁边可以一直走，有没有？这个护体可以一直走，走在这边，然后往外掉。以前草长满的话不好过来，那现在被上次大水冲掉之后，感觉路很好走，掉那个赖区，早上。等一下会从那个石碇高中那里下去，那时候我们再来介绍怎么样下切。下切点呢就在这个石碇高中的正对面这里，这里有个下切点，可是它有平常时都是锁住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私人地，所以大家也是要用爬的爬过去吧，然后从这边下去一直到西边。石碇这边啊，一整年湿气都很重，所以这有的地方是超滑的，一定要穿防滑鞋。啊，不然你骨死我来讲。这以前都长草，现在都没有草了，就直接从这边下切下去就可以了。或是你要去上面那个平台钓也可以，那边以前常常有人钓西哥。好，那就下去啊。啊，从这边跳下去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就到了。哇，今天水好像蛮大的。好，准备一下吧。现在看起来水好像，今天水好像算蛮大的。可是地形有改变了，这里好像变深了。以前这里不是石头吗？这里是陆地吗？我记得是这样嘞。现在好像蛮深的嘞。然后赖区的话，好像也还差不多啦。不过这里场好像变深了。我的钓组嘞，我拍过很多次了，可是一直都还是有人问。反正我有空就。再拍一下吧，这个是那个泡面纸袋，洋芋片的，或是洋芋片的。它现在是用双面，以前是用单面，还用定速针定的。我觉得这样子双面的拍摄比较清楚了。你们真正钓也不一定要用到那么大个，然后用太空豆挡住两组，再来线是母线是 0.8， 会游泳。那这个叫什么？牙签啊，牙签是像米粒这么大的，像这种水比较大，大概六颗。然后那个美式转环直线夹。啊，今天钩子用到秋田湖六号，秋田湖六号，然后直线长度大概就是这样，这么长，直线是今天也是用 0.8 的直线，跟母线一样，因为这边有时候会有比较大只的，所以用到 0.8。
没什么啦，这钓法，常常有人问说你这个钓法有什么特别的，其实没什么特别，就是你要用久了才会习惯的，不然你会一直表配。这大部分就是靠操控的那种机能性而已，不是自己找鱼，不是等鱼来的那种感觉啦。好啦，先介绍到这样吧。这个大麦虫呢，我要介绍一下，这个跟你们外面买的那种大麦虫是不一样，它是脱皮哦，然后冷冻煮熟然后再冷冻的，跟你们市面上看普通的大麦虫不一样，普通大麦虫是咖啡色的，然后哎呀，它这里面有冰块，用冰块保冰带来哦。它这个是现在冬天收集的话，就是比较有深咖啡色，比较也不很深啦，就是有咖啡色。那夏天的话就比较好收集的话，就是比较白一点，其实效果是一样的，只是冬天比较不好收集而已。啊，到大概十几只在你的那个这个里扣把里面，这样哦，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会从硬邦邦变成可以勾了，所以不用退很久，你倒出来大概第一下比较难勾而已，你要等一下勾第二个的话就很好勾，一下就软了。刚刚试了随便试几下就中了好几只了，太久没有来给他们吃大麦虫了，所以蛮咬的，而且今天蛮大的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今天体型都不错哦。浅都浅浅的，现在都变深了，多了好几个点出来。一根，不是，有斑了，还是那么轻哦，哦。小黑蚊超多的，没有它防蚊液送给它。今天这一段的鱼哦，会追饵，可是你放给它吃哦，它好像没有那个强烈的意愿赶快吃，就是好像是追着玩的这样，起汤那样。
可能不饿吧。哎，中！哎呀，不过这一段体型都不错。现在大概11点多吧，因为这边拍摄都会那个对着太阳啊，而且都反光，所以拍起来效果也不好，而且今天水大，水深又大，所以我们提早去下游的双分流钓。哦，今天猫咪也没有来，以前猫咪都会来吃鱼的，现在都没有。哎，没有来，那鱼就放掉了，钓了大概2个小时吧。这个有的蛮大的，这边的鱼就是这样，就不一样。大的，哎哎。这种体型在这边算很多啊。好，把它放一放吧。